中间跟大家打个招呼呢？请他到中间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？来，那大家也拍一张照片啊，来。你好。哎呦，这个最强美涛真的是很美耶啊，真的太美了。好 ，OK。好，那我们有请我们梁川炫英来到中间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。好。大家看傻了吗？来，大家好。好。对对对，好。奶奶，怎么突然跳到奶奶了？好，那我们就直接现在就来进行我们的这一个女优 PK 赛，知道规矩吗？他们知道吗？嗨嗨。好，那么呢，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计步器型上来好不好？计步器来。好，对，那我们地上计步器。好。那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想一下，好，水野先比赛，水野先嘛，然后梁川先当这个道具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是他帮他这个弄的这个数据是他自己的，好，这样子各自都是自己的，好，好，所以呢，梁川先帮我坐在座位上面，然后水野是从后面，你要从后面，好嗨，好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处理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现在二一，看到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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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不是 Moves Like Jagger， 这是 Moves Like a， 哇，几秒了，几秒了，最后时间剩下了，八、七。这次有女主持，我就不用这个往前了，哎，等一下招你们先。好，来。六十六，大顺，掌声鼓励。哎，你们大家掌声鼓励。我觉得啦，应该要把这个椅子呢往前面移一点，这样大家会看得更清楚一点。好，那这个66是水野桃园的分数哈。好，现在请水野朝阳就坐哦，厉害啦，好不好？这个先后顺序我是有排过的啊，以这个照片的顺序，好，由小至大，好，来，一样，39秒，3、2、1，加油！哇哦哦哦哦！可以让